对。好，那你把它擦一擦。那酒精还是干洗手哈，那就是它是比较刺激一点的哈。那其实偶尔就小朋友偶尔为之啊，小婴儿哎，小小孩啦，小小孩偶尔为之是也无妨了哈。不过就是因为婴幼儿的这个皮肤比较稚嫩了哈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，就是不要常规使用。一般来讲，用清水，然后用那个干净的棉布哈擦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想就是说如何增加婴幼儿的免疫力，那我想其实最主要还是就是吃饱啦，好睡饱穿暖，好这个是最基本的啦哈。那另外就是加强家房间的通风啦哈。家里如果有被清净剂的家庭，那也可以每日开放，定期开放。那家里如果没有空气清净机，那你就可以把那个房间轮流通风，一天通风两三次，那每次大概都半小时到一小时。那你通风的时候，可以把小朋友暂时先移到其他房间，做好保暖，避免通风的时候小朋友受凉。